今天讲一讲单词 weaken。 weak 是虚弱的，一摁表动词变成，合起来就是使虚弱。我们可以用它来形容虚弱的病人。你刚做完手术，手术使他变得虚弱。 The operation weakens him。 weaken 是使虚弱，使人或物变虚弱就是削弱他们，所以 weaken 还有削弱的意思。举个例子，猫的到来削弱了我的地位。 The cat weakened my position。 weak 是虚弱的，加上表名词的后缀 ness 就变成了 weakness。 一个人虚弱的一面也就是弱点。举个例子，对手的弱点是他瘦弱的身体。 The weakness of my opponent is his thin body。 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